欢迎在家乡的舞台上见到你。对对，谢谢谢谢。哎呀，这个来到家乡的舞台上演出，特别是作为我们宣城文旅的这个推广大使哈，肯定感受不一样吧？是，我觉得首先是非常荣幸啊，因为自己身为宣城人，然后呢能够来到我自己的家乡演出，然后见到这么多乡亲朋友，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可能自身的工作原因，很多时间不能够来到家乡去感受这个地方的人文情怀。说实话，好久没回来也挺想家的，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能够见到你们就是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对，哎，宣城话还会说吗？当然会说了，大家想听吗？宣城话好吧。大家好，我是刘宇。还标准吗？还标准吗？标准。宣城有什么好吃的？给我们宣城好吃的。宣城好吃，我今天中午刚吃了我们自己家做的臭豆腐。哇，是臭豆腐卤啊。宣城是有鸭脚包。鸭脚包，对、啊、还有茂林糊，是吗？是吧？对。哎，这个什么时候让刘宇请你们吃吧？哎，可以可以。刘宇来到自己的家乡，向家乡的各位领导、父老乡亲们以及支持你的各位粉丝们想说点什么呀？我觉得不管在之后的什么时间，我一定会用自己的实力和用自己的能力去不断地给大家带来更优秀的作品，然后能够在自己有限的空间里面去更加的宣传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宣城的传统文化和我们身边一切值得被大家看到的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会一直坚定自己的步伐，然后朝着我想要的方向努力下去。也谢谢现场观众朋友喜欢我的表演，那也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可以开开心心，身体健康，然后万事如意。谢谢刘宇的美好祝福，也希望刘宇的歌越唱越精彩。对，星途越来越广，当然也要记得一定要常回家看看，好吗？没问题。谢谢刘宇。好，掌声送给刘宇，谢谢。